Despair is the opposite of hope.你喜欢现在的自己吗？我喜欢现在的自己，因为现在的自己内心很平静，感觉很舒服。不喜欢，因为经常做出太多疯狂的事，掌握不了自己。我觉得十年后的我会变成怎么样的一个人？应该会变成一个更从容的人，自由自在的一个人。我最大的恐惧是什么？我最大的恐惧，我再也玩不动了。没有恐惧，因为心里舒服了，就不害怕了。一直很有信心的事突然信心全失了，我会怎么办呢？每一件事情都在很努力的学习当中，我不可能没有自信的一天。 No， 可能不能说最有信心，但是会一直努力的学习。心中不能说的秘密，有一天是不是会成为遗憾呢？我觉得人生有遗憾，其实我一直都是一个自由自在又坦荡的人，所以我心中不会有秘密。